欢迎大家来到黄总午夜场。你可晓得现在天大的议题在哪里呢？来看到财经报纸的头版头点哈，这个就天大的议题了。健全财政，每年要加税700亿，每年要加税700亿。你说我们只是一个升斗小民了哈，那加税只要不加到我身上呢，啊，管他怎么样啊，来。跟股市投资人有没有关系呢？有关系啊！来，你看到哈，这位是股市名家哈，这位朱兄呢，他讲了，冲击股市的变数又来了，冲击股市变数又来了，所以这一下子呢，这个投资人大家通通要睁亮眼了哈。为什么每年必须要给你加税来个加700亿？700这个样子会不会嫌太多呢？会不会嫌太多？告诉你还不够了，还不够。为什么呢？怎么讲呢？来，我给大家了解一下哈。在我们假日公益节目的全方位理财家，在大概呢去年底，我记得哈，去年底的时候我曾经做了一个专辑啦，在那个专辑里头探讨到一件事，来看到政府总预算在留子孙吗？啊，这个是在去年底要编列呢啊，这103年哈啊，这个103年度所谓中央的总预算啊，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哈，在当时已经编列今年的了哦，税入哈。政府的收入有多少呢？财政收入1兆7308亿，那税出呢？支出1兆9407亿，那感觉起来两个差不多嘛，哈，差不多还是有差，差多少呢？来看到这个样子呢 ，minus 赤字就出现了2100亿，这个样子就不少了呢。一年而已哦，就今年啊，赤字大约就2100亿，那怎么办呢？哈，对，入不敷出怎么办？要弥补的方式就由政府来举债。由政府来举债，年年都在举债的。你看到去年底我制作这一张列表的时候，当时就统计到去年102年到七月为止的公债，在去年到七月为止喽，公债余额就增加了1700亿了。年年这个公债都在增加啊，请问一下，现在究竟我们台湾举债是多少？举债多少？晓不晓得政府举债啊？来，我们继续看哈，来。这个在当时呢，我跟你制作图表里头呢，让大家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政府的负债是10倍数在成长啊，10倍数成长。你看到1993年当时李登辉接任为总统，当时的公债发行余额是5651亿，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，2000年也就是呢啊李登辉他下台了哈，那个时候增加为2.45兆，也就是说了哈。在李总统呢，在当初呢大概7年期间，那增加多少？增加了将近2兆，增加将近2兆，那增加2兆多不多呢？来，我们继续看啊哈。接着就阿扁了，阿扁担任2届总统嘛哈，到2008年，总共8年时间哈，总共增加为3.8兆，那3.8兆减掉2.45兆，大概增加1.3兆，记起来哈。阿扁8年期间大概增加了1.3兆，所以我讲了一件事嘛，为什么国家负债那么多？到底是谁搞的呢？通通有份，通通有份。来继续看，当然马总统在第一任任期的时候，也就2012年，这里大概就4年期间嘛，哈，增加为5.1兆，那5.1兆减掉3.8兆，等于同样增加1.3兆，但是不同的是什么？阿扁在当时是8年增加1.3兆。那马总统是前4年就增加1.3兆，啊，现在是第二任的任期了，还在增加当中。那你说，哎，这样目前总共起来5兆多，那5兆多呢？啊，大家反而那个数字太大，好像没什么感觉了。5兆多到底关我有什么屁事？来，你就看到了哈，这个报纸相当好心呐，就给你看出来了哈。现在目前是5.4兆国债，那除以呢2300万人的话，每个人呢，那等于都要扛23.4万。每个人都要扛23.4万，啊，等于说呢，这个从这个小婴儿一出生，打从出生呢，那么你就背负了23.4万了，那个就是你的份。哎，人家有些呢没有钱的人都需要社会救济，你叫他拿什么钱来还呢？不是要拿叫你拿钱来还呢，哈。那这些到底国债到时候到底是应该由谁来，由谁来付，由谁来弥补比较好？来看到呢？那我们的江奎哈江院长呢哈，现在提出以富济贫，以富济贫，这一下子我们的江院长要带着钢盔往前冲了哈，因为他以富济贫，啊，如何来以富济贫呢？啊，这个就目前来讲，今年呢说起来是最大的一个政策，是不是以富济贫呢？来看到哈。这个报纸头版头条就讲了哈，政府因为缺钱嘛哈，啊，如果缺钱，刚刚讲给你听，你就很清楚了，国债到底5.4兆是多大哈？那么要如何以富济贫呢？这个叫客户人回馈税嘛。比方说呢，现在如果说千万所得的净所得千万了哈，要课税哈，这个集聚呢拉高到45%了，
在之前最高的一个税率呢，啊，在这之前呢、啊，通过40%，改天就出现那个45%了，45%的啊，还有除此之外的哈，要是包括股票啊，股票除就要注意了哈，股东扣抵税额减半，关于那个两税合一的问题了哈，原本那个是全部呢都可以把两税合一之后呢。那反正这个所谓的公司他们已经缴的一个营业税之后，你就可以从当中把你的完全再把它扣除掉。但现在呢，他说不能完全扣除了哈，所谓呢这个扣抵税额减半啊，扣抵税额减半的话，其实你要付的一个税额就来得增加了，要付的税额来得增加了啊。这一下子话，要是大股东的话，有钱人大股东当然他必须要负担的啊，就来得越多了哈。那来得越多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就所谓以富济贫嘛，啊，所谓以富济贫嘛，那这样以富济贫的情况，如果这样还不够呢，来看到哈 ，here， 现在包括呢所谓的金融营业税要恢复到5%啦，有人讲说，哎，2%你现在5%未免太狠了吧，一下子呢涨了2.5倍，啊，那不是原本就是5%的，是当初呢好久好久以前啊，曾经降到2%，现在恢复到5%了，金融业都大赚钱嘛，恢复到5%这个样子嘛，这个样子一年大概可以增加呢啊200多亿了，相当不错啊，是不是？不是要以富济贫吗？那不过这么说起来的话啊，有人就开始呢啊，这个在担心了，担心什么？比方刚所讲嘛，在股票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，这一下台股恐怕会掀起什么弃权卖压。啊，是不是弃权卖压？因为股利扣抵税率要减半啊，台股恐怕会掀起弃权卖压啊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呢，这个有钱人啊，如果有所谓富人税的话，那来这个小心富人用脚来投票，是不是？这么提醒的话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说，今年呢、啊、刚好是所谓的选举年嘛，哈、啊，那选举年的话，要是那富人用脚来投票，代表这个富人是不是因此出手？那代表说这一下子呢，那你看到我们财政部长啊。还特别呢，拿出那个所谓的一个在立法院里头拿出一个啊这个标语啊，写着以富济贫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是不是代表行不通呢？是不是代表行不通呢？那个乡林董事长赖正义啊，他不是讲了哈，他说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了，第一个念头代表什么？他第一个念头觉得呢，这个财政部长是不是他讨个叛逆啊？他们脱壳坏掉啊？啊，他说要财政部长下台了。我告诉你哈、啊，我觉得他们脱壳都没坏掉。不管是财政部长，不管是江院长呢，我觉得他们脑筋都相当清楚了。刚刚不是讲到一个东西吗？刚刚讲到这个所谓富人，到时候会不会这个所谓来在这里嘛？哈，用脚来投票，富人会不会用脚来投票？但是你也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呢、哦。那要是话讲回来哈，那一个所谓不是富人，那就是比较穷的人呢。嗯哼，中下阶层的人来，你看到哈，嘿呀。薪资扣除额要调高了哈，上调20000块。有人觉得这个样多调太少，调太少哈。啊，话说这个样，647万人会受惠，647万人会受惠。那如果这个样子讲的话，谁占多数？中下阶层人占多数啊。以富济贫这一招，管用吗？说真的，我认为管用。政府如果敢这个样子干的话，我觉得是管用哈。到底是什么东西敢管用？到底是对要弥补呢？我们所谓现在国债呢已经累计5兆多，啊，要弥补它来的管用，或者对于这个所谓选举来讲管用呢？还是说两个通通管用？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了哈。那其实说起来的话，不管怎么讲，以富济贫这样的念头对不对？这个念头说起来它并没有错啊，真的并没有错啊，对不对？所谓贫富悬殊自古如此啊，哈。但是你晓得吗？因为现代经济的一个演变之下，贫富悬殊越来越夸张，越来越夸张，信不信？我请教过大家一个问题嘛，哈，全球总共70亿人口，那一半的人口呢？中下阶层一半人口35亿，这35亿人，全球一半人口，把他财产综合起来，相当于金字塔最 top 的那些人，多少人财产总额？多少人财产可以抵得过35亿人？你晓不晓得，这个在家政公益节目呢，全方理财家当中呢也做过了哈，一个国际主题叫做为少数人劳动啊，为少数人劳动，全球亿万富翁现在目前总共呢1426人哈，亿万指的是美金啊，在去年还增加210个哈，所以我告诉你，现在经济的一个演化之下哈，这个有钱人越来越多，哈哈，有钱人越来越多，但是同时啦。告诉你哈，那个穷人也一样越来越多，两极化了哈。那么这一个呢，所谓全球亿万富翁1426人，身价总额5.4兆美金，这样代表多大？来，你看到下面哈，全球1%巨富哈，
全球这一趴，这个所谓金字塔，这个一趴巨富拥有总共110兆美金啊，哈，乃较穷半数人口的65倍，等于这一趴的人的财产相当于50%的人口，50%的人的财产的65倍。还有呢，这50%相当于30亿人嘛，30亿穷人的财产呢，相当于什么？在全球金字塔排行榜前面85名财富的合计。全球金字塔85个人的财产相当于35亿人的财产，我告诉你啦，人类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夸张过，从来没有那么夸张过啊！35亿人的财产合起来，哎，那85个人他就抵得过了，可不可怕？真的很可怕。所以一个念头，一步即贫，对不对？坦白讲，没有错了。坦白讲并没有错啊，哎，这个有钱人是怎么变出来的？要累积几代他们才有办法那么有钱，不用累积几代，真的不用累积几代。你可以看到吗？我们不在讲吗？这个最近消息而已啊。Facebook 啊，现在呢已经要并购呢这个WhatsApp APP， WhatsApp APP 的老板这位叫库姆啊，这位库姆呢，他总共花190亿美金并购 WhatsApp APP， 那么大股东叫库姆啊，库姆这个样子一夕之间他财产变多少？人家精算呐、啊。大概65亿美金，大概65亿美金，一个人他的股份现在相当65亿美金呢。那请问一下，累积几代？不用累积几代啊，对不对？大概在10几年前，他才从乌克兰逃到美国的时候，跟他妈妈两个来到美国相依为命。那一个时候呢，他还要接受社会救济呢，是不是？他必须半工半读呢，他必须要打杂呢。现在呢，65亿美金身价。那么至于他母国那个乌克兰。乌克兰不是听说呢要倒闭要倒债了吗？啊，这个乌克兰最近在战争嘛，最近在战争嘛，哈、啊。那来这个所谓的乌克兰现在动乱的一个所在，来看到 here， 目前来放大来看，目前这个乌克兰呢经济几乎呢来山穷水尽，政府今年大概需要到70亿到这个100亿的一个美金啦、啊。如果没有外援的话，政府将无法偿还啊啊！这种情况之下啊，这个乌克兰会怎么样？乌克兰如果这个政治危机没有明显改善，可能因此会倒债。那你看今年缺多少？缺大概70亿或者100亿。但是呢，从这个乌克兰出走的这个库姆呢，或者 APP 老板呢，一个人现在就65亿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说以富济贫呐，他们的一个乌克兰的百姓都那么穷，应该把钱拿回去充公吗？没有这个道理了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更何况人家他现在已经是美国人了，啊，不能强迫人家把那钱拿回去呀、啊。但是在一个国家之内，国家透过一些税制的一个改变，稍微把它调整一下，来以富济贫。坦白讲的话，说真的并没有错啊。坦白讲并没有错啊，是不是？好 ，OK 啊。这些都是有感而发啦哈啊！至于对股市这有没有关系呢？对股市啊，这个我们财长也讲了哈、啊，说这个呢，其实对股市影响的话啊，如果负面影响只是短期的，那只是短期的。你看没影响吗？今天股市不是还涨吗？还涨吗？啊，所以根本没影响是吗？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好 ，OK。回到股市上头了哈，我们如果以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以富济贫，以富济贫主题来讲，比方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盘面上类股之间，哎，有没有这种以富济贫这样的一个现象，这样的一个联想呢？有没有呢？比方呢，来我们举例个股好了，这个比较有趣哈。看到这一档日月光，日月光，那日月光呢，它是算富还是贫啊？当然是算是富啦。啊，有钱，那么老板他很有钱啊，不是指老板很有钱了、啊、哈。比方如果讲说啊，日月光他是富的话，比方说来看到，哎，股本就很大啦，对对，人家股本大啊，股本大，他营收生意也做得很大啊，生意做得大，今年人家获利也不少，获利也不少嘛哈。只是在之前遇到那个所谓高雄后劲溪这个污染事件啊，于是乎呢啊，不要讲说为富不仁了、啊、哈啊，人家公司现在正在改进当中，问题来了。于是之前原本股价在308啊，经过这后金溪事件之后，等下25.75之后呢，到现在终于呢股价拉起啊，拉起来还没冲高啊，拉起来还没冲高啊。好，如果说你在当时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负的啊来做一个对比啦啊，那相对呢在同类股当中属于比较平的在哪里呢？啊，比较平的一个所在，当然等一下啊，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哈 啊这个都讲过了啊。不过稍微再讲一下哈，日月光股价还没创高，来到305啊？为什么来到305哈？
一个东西嘛，我告诉你呢，其实周 K 线来看的话，第三关是在29.7，之前讲过了啊。你说，哎，它不是又来到30.5吗？但收盘是296啊，还没正式站到29.7上头啊。啊，就算它给它正式呢，站到29.7上头还不够，为什么？你必须要看到月 K 线，来看到月 K 线这两条连接半天数比例图上头的青地。青地怎无止吗？我告诉你，到青地的这个地方啊，常常是回头的，是你有办法青地则无止，你才有办法值得信赖它。请问它过了吗？到现在还没过啊，到现在还没过，我也打一个问号，会不会过？我打一个问号嘛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这样你了解它了哈。这个算是在之前来讲是属于那个比较负的，那同类股里头了哈，属于比较平的，比较平的。这个嘛，这个在之前比较平的，对不对？之前比较平的这一档呢？啊，跟他来对照啊！之前人家就会看涨到哪里去，他不会涨在这个地方盘底吗？啊，后来涨到这个地方，我说来压力在哪边？17.9到18.4，当时已经快要克服了哦。因为你看到18.5、18.9，哎呦，以负济贫吗？人家他拉起来到19.15了啊，不是今天，到现在来看的话，哎，更高了哈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就说你可以来对比一下嘛哈。这样对比，你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啦。来，搞了半天之后，日月光股价有创高吗？没有，在这个地方搞它没创高。那最近这个期间创高的，铃声是不是同一个期间嘛？你搞在这个地方，人家起来啦，是不是啊？日月光先涨的嘛，是不是说你不嘛？啊，现在呢，以负济贫，换它给它涨起来了，给它涨起来啊，涨这个样以负济贫，它还够不够呢？来一个东西啦，不是纯粹看股价说，这样高低的一个情形之下来做比较啊，铃声比较低，所以它必须要落后补涨，啊，不是这样讲啦，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道理啦。重点在哪里呢？一个东西哈，来你看到，同样铃声它有周 K 线啦，铃声这一个周 K 线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了，在之前它做了一件事情哈，这一个下降趋势线叫什么？青地给它突破之后，人家青地则无止呢。在当初这里就发生了青地则无止，是这个样子来的嘛哈。来看到股市孙子兵把8为9地方过来，青地则无止，日月光没办法，但是呢这一档铃声它行了，铃声呢以步济贫之后换铃声可以到青地则无止啊，青地则无止的话代表20.15还不够咯，没有人这个样子讲啦，不是永远无止啊哈，而是涨到下一个目标重地嘛啊，目标重地在什么地方？目标重地啊，你说哎呦，之前一个高点啊，在历史轨迹里走一个高点21.65呢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个高点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到这个地方股价反转？这个阶段27.8打到12点，再给它强弹起来到这个地方，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啊。来，当初的事情跟现在一样有相关啊。如果有人喜欢这档个股的啊，之前提醒你要注意的，一个数目是多少了？20.3哈。P3等于20.3，当初突破一些刹不住车，但是后来回头之后再来一次，哎呦，这一下子接近了，是不是？这一下子接近了，所以还记得吗？当我在解析这档个股的时候，这个是之前我给会员的复读解说上头就告诉你，当他有办法这个样子再起来的时候，给他开始落后补涨的时候，再来要看哪里？你要先看这一关，当初历史上这一关20.3到底过与不过？啊，现在来了啊！所以今天股价收怎样？今天看到20.15之后，股价是收黑一点点哈。这个判断数告诉你观感，没告诉你答案了。答案是我们加以判别的，但是最起码你要知道，心中要有一把尺。但话说回来，日月光跟铃声啊，并不是以负济贫里头呢最好的一个例子。那比方说呢，再举一个例子好了，这一个呢是什么代表？负的代表嘛。博弈股五峰，拜托，之前股价21块多涨到161，到现在股价都还在创高啊，这个不是就属于负的一个代表吗？代表公司赚很多钱吗？没有啊，公布去年前三季才赚了6毛多而已啊。那相对来看，这一档博弈股股价比它低很多啊，这个不就是平的代表吗？它又是谁呢？先进广告马上回来。文有根据，慎言且自律，对谈要理喻，沟通才效率。
原创要尊重，三思才当漏，平宽是共用，畅通才会送。Online 任我行，笔谈不攻击，自律同理心，守法好公民。Cool. Everybody 李一通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Oh yeah！ 黄社长传真情：一半对数教学 DVD， 二半对数讲义，三半对数教学日刊，完整的技术推演，限时限量。立即拨洽询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狂犬病，请不要接触、猎捕或饲养野生动物。如果被动物咬伤或抓伤，请务必记住动物的特征，并立刻用清水冲洗、消毒伤口，赶快就医。爱它就要带它去打疫苗，更不要抛弃它哦。预防狂犬病，多点警觉，多点安心。相关疑问，请拨1922防疫专线。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，来看到博弈国里有这档五峰了，这个好像是暴发户一样的一个代表，对不对？那相对来看，这个一样是博弈股啊，博弈股这一档呢，价位来的温和许多了哈，这个博弈比较来看，就好像平的代表嘛，这个平的代表到底呢，它长相好不好哈？长相好不好？你看到这里如果叫做一，打下来这里叫做二，再拉起来这一段如果叫做三，来第四波这个地方进行是什么？三角收敛整理，来看到呢？股市形态学图形大精解里头告诉你嘛，三角收敛常常出现在哪里？出现在所谓的第四波啦。你只要不要整理到末端哈，一二三四五，什么时候给它往上做突破的情况之下，哎呦，第五波股价不排除再创高哦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反正股价比较低的，它就是平的啊，于是就应该补涨吗？不见得啦。一个重点来了哈，我们刚刚讲了嘛，像五峰的话，像暴发户一样，去年前三季赚了0.62元，是不是？那你看呢？他们这个博弈股，另外这一档呢啊，另外这我告诉你啊，前三季去年2.19元，那股价低它那么多嘛啊，或许有人会为这个五峰抱不平了哈，人家现在是凭着什么？不是本利比，人家凭着本梦比啊，你要去投资俄罗斯的一个赌场嘛？听说这个来年啊，今年9月才要开幕啦啊，来年到时候他这个 EPS 就可以赚到7块、8块或者9块。好 ，OK， 那都没关系，那还有一点点时间，那我们如果对比另外一档呢？这一档不是博弈股啦，这一档不是博弈股，那不是博弈股呢？你用五峰来年可以赚个7块、8块、9块，那我告诉你了哈，他不用来年，他不用来年啦，他去年前三季都已经赚了7.37块了，前三季就赚，人家前三季就赚这样了啊，请股价有没有飙到五峰那么高？并没有呢，并没有啊，你看他股价情况之下，出现什么？这一个下降趋势线，青帝折五指呢，对不对？底部垫高，然后突破它青帝折五指。很像在上半段我们讲到什么林森青帝折物质是这个样子来的，是不是啊？青帝折物质，但是股价好像停下来了，为什么？缺一个东西嘛，缺一个什么？缺一个量。青帝也必须是要浇地啊，但是它就没量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日 K 线，你就知道，哎，底部都在垫高，脚步在垫高，但是就没量，啊，你说像那个五峰啊，暴发户一样，五峰人家量那么大，要是改天呢？有一些量拨过来这个地方，你看到这种当初没量的时候，以物济贫的情况之下，只要有量，
它就往上冲了嘛。那档个股呢，在哪一个加热的时候，我曾经有送给你，跟你分享过，别忘记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是陈彦博，每次极地冒险，安全是我的坚持。我喜欢冒险，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。只要喝酒，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。我不喝酒，我当指定驾驶，负责开车送朋友。啊，出来了。或找亲友接送。拜拜。也可搭乘计程车。只要喝酒就不开车，交通部关心您。黄社长传真情：一半对数教学 DVD， 二半对数讲义，三半对数教学日刊，完整的技术推演，限时限量。立即拨洽询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这个时间哦，啊，看你是想去菜园啊，还是要画图？这阵无啊，囝的时间啦。我从来冇看过阿母画过笔，嘛是头一次看伊笑到那，摊像一个囡仔。你画啥啦？啊，我是。